看他是不是还在他爹。别走啊。想这种男人啊，丢了也不可惜啊，不值得，真的。不用你安慰我，我会哭。嗯，那就好。我过来是说咱俩的事儿啊，这一码归一码，这个店铺啊来路不明，我觉得咱不能要。这店是我的，我要定了。还讲理吗你？那这店都是因为那电脑整出来，那要是出事那还得我来扛。我告诉你，谁要是来找你，你告诉他来找我。真是的，你也算是个男人，看什么看？你这人怎么这么贪心呢？你做事想过后果吗？我没想后果。我怀了他孩子，我要过他一分钱吗？我贪心吗？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就是这意思。我告诉你，唐立国，这个店现在开始就是我的，听清楚了吗？老板，还搬吗？搬！哎，先等会儿啊，你先滚！我出来！我叫你给我出来！你故意给我找事儿是不是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是中国，什么都得讲规矩。你说你弄出这个车房子哪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叫巨额财产来路不明，是要坐牢的。样本儿，我要是坐牢，你也跑不了。出来！你要真有能耐，你把我有人变出来，你告诉我那五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藏。要停藏啊！大爷的！你大爷的！你大爷的！你死牛！你大爷的！我看你送我车的份上啊，我给你留点面子。咱俩出来，咱俩就好好聊聊。走走走走。我不会做。那你就在这飘着吧。你说你屋里给我放这个东西，你说让我给放松怎么解释？工作原理，组成物质的最小分子，拆解、输送、还原。我都听不明白，放到那儿他能听得懂吗？行了行，你别扯了，你赶紧，这个车是怎么变回来的？你还怎么跟他变回去啊？还有那个停静那个店铺，麻烦你赶快跟人家还回去。你要是答应了，我们还接着处。处处是什么意思呀？听不明白是吧？你妹吧，处，看我怎么处理。你以为你飞着我就够不着你？处理，你无权处理，也不许讨价还价。SB， 你牙才是 SB。你要挑战我吗？你不是怕水吗？赶紧的，乖乖的走人。你会后悔的。系统显示你的脑部神经开始错乱。这你再找啊！楼上的，有点公德心没有？唐立国。啊！你敢电我？这是你教我的呀。电弧可以除害，也可以治疗你的情绪暴躁。乱泼脏水，遭人唾弃。哪了？一触即发。要冷凝固。别电了啊、哦！到此为止，咱到此为止，别再电了、哦、啊！呀呀呀！我告诉你，我会武功。我知道，少林少林。
全新啊！隔空点穴，我点。怎么样？还是人类聪明吧？雕虫小技。你要是乖乖的，我就带你出去玩。玩。我们地球漂亮吧？你看这山，这叫喀斯特地貌。你看这水多清澈啊！我和我女儿最喜欢来这个地方。只要发现我，停在这水槽上，哎，放在这盆里，扔进河里，哎，那个愿望就实现了。龙虾，我知道你怕水，你放心，这玩意儿是密封的啊，绝对进不了水，你相信我。弄死你！凶手，凶手！哎，你别怪我不配合你。我提着毒饼加脑残，就算你观察完了，数据也不准确。你还是换一只小白鼠吧，找一个人类的精英，马云、刘德华、姚明，这家伙呢都特别有代表性。爱你，我也爱你，别舍不得啊，么么哒。嗯，哎，走你。样本不得擅自离开，你这是不守承诺，你是骗子。我什么时候承诺过了？电上瘾了是不是？有本事你再电一个。玩，你这个骗子还说带我出来玩。你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你不会是无性繁殖吧？那你活得多没劲啊！没劲？你是指什么没劲啊？不懂。不懂你可以问我啊，我可以告诉你啊。你知道屌丝是什么意思吗？屌丝是一种比喻啊，比喻你懂吗？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哟，知道还不少嘛。我就是屌丝，我觉得你也是个屌丝、啊、你才是屌丝 SB。 哎，你要敢于自嘲，你说你要不是个屌丝，干嘛要替别人跑腿呀、啊、你还和外星星的，都他妈老远啊。我是和外星系四五二 B 星球探测者，么么哒。你就是那个什么二 B 星球派的一个屌丝探测器。我们接上。田静，我够朋友吧？犯上别人谁理你？就你这臭脾气，你个单亲妈妈也不容易。检查这事儿，以后你找我就对了。走啊，在这边呢。那是做人流的。靠！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？我怎么不消停了？哎，我说你们这女人现在是怎么了？爽的时候不管不顾，现在说不要就不要，怎么说那也是条命啊。谁爽的时候不管不顾了？我问你，
怎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好像跟你们男的没什么关系似的呀？行，这事儿我犯不着跟你抬杠。就你这样，还跟我说再生一个，谁敢？钱都生了，回头就给打了。人家给你生了，你他妈倒是好好养啊！生都不敢生，你给我贪什么养？我敢生，你们敢养吗？我敢。小孩子想疯了吧？姐，都是你做的。数据反映，你体内血清素和多巴胺含量降低，颅内压力增高，心跳频率加快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情绪低落。没有，我现在心情特别好。谢谢你。你这是得罪了谁哟？知道疼了，知道疼了就长点记性，记得准时还钱。不准张了，别动！哎，唐立国，他来的挺快呀。干什么？想喝酒我陪你，咱换个地方撸个串。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喝多没劲啊。